现在有屌炸天的帮忙屌，帮忙屌炸天。我然后我跟你讲，一点不发笑，就是说带上句子，我跟你说两句啊。非常感谢你，就是说今天给我们拉的曲子，然后你也特别的辛苦啊。然后跟我喝一杯能行不？但是我不会喝酒，我嗓子不能喝酒。这不是酒，这是饮料，就是冰镇饮料。不是，我真的不会喝酒，因为我嗓子对酒不行的，因为我在这里，我一个人靠嗓子在这里挣钱啊。因为我也酒喝了，然后嗓子就唱不出来的。哦。那这样，那我不为难你啊，那我不为难你，就是说那个，有没有想过，就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演挣钱呢？在家里面就可以挣钱，也可以就是说拉二胡，就是说唱着歌，做直播，在家里面对着电脑上唱，就一个月能挣几万。现在是网络时代，是的，也是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能方便透露一下姐姐今年几岁吗？20。没事，我没事，你说，20是吧？是。哦，没事，我全当听错了，我不信。来，这个是我微信转账好吗，姐姐？来，微信转账，我身上没有现金了。打银子行不行？我打你。来，姐姐，微信转账方便不？啊，我身上没有现金啊，没有现金。哎，没有现钱，对，没有现金，我微信转账。我意思说没有现金，几个一个一个个的愣着，这一个个就愣着不那啥。